单纯读剧本的时候，你会很容易想歪。原本的剧本其实有写说，哎，我先去洗个澡。哦，我们洗澡。假性跟我刚刚说成女团的话，女团名叫什么？我爱狗狗。那就是其实有一些网友对于你们两个这一组虽然不是 CP， 但很有来电这件事情，你们有知道这件事吗？我是觉得蛮开心的，居然可以跟他走戏。我其实那时候在拍的时候，真的有一度都会有一种觉得，天哪，雅静跟文章很有爱耶。我们处理的很小心耶。真的吗？其实我特别刻意。单纯读剧本的时候，你会很容易想歪。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一场，就是最后文章不是要被拍的那一前一夜，他是住在两人家。对。然后原本的剧本其实有写说，我先去洗个澡。睡一下的那边，对，你睡一下的那边，然后他去洗澡，然后洗澡，然后睡一下，然后之后看这两个 keyword， 然后就看着那个剧本，就想说这个五分镜只要处理一下，他看起来就超暧昧。我就是想想。还是我们最后的时候再回答这一题。你一直想到吗？好难哦，我爱狗狗。